你认识这部车 Honda Civic， 全球销售已经突破1000万台了。既然销售这么好，干嘛要拆车子呢？因为我们要让它每个小地方变得更完美。结果呢，全新改变的第六代 Honda Civic 诞生了。哎，可是有个地方没有改变，就是名字，还是叫 Honda Civic。